诸事顺利 ，SO 酱炒饭。如果在外面呢，骑车火就不要大，危险啊、哦！这尾鱼肚呢是这里用到的哦。保证学得会的。保证学得会的大厨菜，今天是2017的，2018的最后一天，那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呢，诸事顺利，事事亨通。今天来教大家一个过年你也可以炒的一个饭，诸事顺利 SO 酱炒饭。今天准备了三颗卵，这种炒饭的美感是油一定要下锅。油要多才会香，油要热蛋才不会吸油，要记得。好，那这里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好漂亮的蛋哦？先把这个鸡蛋呢炒到八九分熟，就把它盛起来，我们再加一点油，接下来就要炒料了。猪肉猪事顺利嘛，先把它爆香，胡萝卜慢慢的香气已经出来，一个重点就是我没有关小火，一样都是大火大火大火，你也不用担心超微搭炒饭呢，火要大才会香，如果在外面呢骑车火就不要大，危险啊、蒜头辣椒呢香气就出来了，还有我们的玉米粒，这是黄金玉米粒，让新的一年呢黄金满口袋啊，像过年会就没有话说，我要说客家话。接下来呢 ，SO 酱 ，SO 酱它是腌制物啊，你要再次加热，它的香气才会出来。主角饭，来有没有发现？我现在一样没有关火，把它戳开。这里如果在家里没有办法这样翻，就这样翻，有没有？一样粒粒皆分明。然后这尾鱼肚呢是这里用到的哦，全方位去使用。接下来暖放进去，如果你家里喜欢吃生菜，罗曼生菜或美生菜，葱花儿、白胡椒儿、盐巴儿少许，这美生菜丝啊加进去呢，你就是要收了，嘿嘿哦，做这一个灯笼吗？可能要想说快过年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为什么啊？现在很多的炒饭呢堆叠得高高的，赏心悦目。哇，我的妈！来，我们还有一个动作，蛋白半颗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要有腾云驾雾的感觉啊，留一点点的蛋白来打发啊，让它增添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非常好吃的客家话叫做“肥肠厚实”，肥肠厚实。好，来四个，这个呢非常的香啊、有看到的就送你的朋友 SO 酱吧。2018我们的最后一天，真的祝大家新的一年呢宏图大展，赚得像101这么高，腾云驾雾，口袋满满。宝宝师傅呢在此祝福大家，谢谢。完美。你等下跨年要去哪？我们就在家里。真的假的？顶这么无聊、啊？因为顶楼就可以看101。没有，他在家、啊。哎呦，一直抱一下，让粉丝去你家跨年。没有了，蛋白区的旁边破掉的地方。拜拜，拜拜。